深受国际赞誉，来自台东的布拉瑞扬舞团日前才在花莲光复乡首演，双十连假呢也以不然你来嘛布拉瑞扬的舞团和朋友们的聚会为名，和六个演艺团队接力五个小时，在美仑田径场带来演出，吸引了800位乡亲锁票进场。尽管晚上演出又下了雨，还是浇不熄民众又唱又跳的热情。由花莲县府指导，花莲文化局共同主办，知名的台东舞团布拉瑞扬舞团今年首度走入花莲，10月2日才在花莲光复乡带来精彩演出。双十连假的第一个周六，则是来到花莲市美仑田径场，吸引800位乡亲锁票观赏。可能不及格。2014年成立的布拉瑞扬舞团，至今已推出7支作品，连续2届荣获台新艺术大奖。这次以“不然你来嘛”布拉瑞扬舞团跟朋友们的聚会为名，邀请包含微光制造、卑南族青春歌队、太阳下山乐团等6个团体，共同接力带来5小时的演出。除了带来压轴作品，是否也带来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安口曲，让花莲乡亲在双十连假的夜晚又唱又跳，也看见更多元面向的精彩表演。记者蒋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